典新芒式水箱护罩，19寸特殊轮圈 ，C-Class 发行至今，全球已经销售超过1050万辆，在台湾更曾创下一年卖破7500辆的惊人数字。如今推出第五代车型，拥有48V 轻型复合动力，车长、轴距也都增加。新世代车款呢，不止车身尺码加大，内装科技更是大幅的升级。可以看到内装的部分，以往呢是只有这个顶规车款才会有的超大萤幕，这一次呢11.9寸的大萤幕直接导入 C-Class 当中，不只有语音助理之外呢，还有这个扩增实境的导航，让你开起来更加方便。将顶规车系上的新颖科技几乎是全数导入，包含二代的 MBUX 语音辅助以及指纹辨识系统。针对疫情打造全球首创的车道数位赏车，未来不用进到展间，扫描 QR Code， 手机成了虚拟导览员，透过关卡了解性能，避免过多的接触。Pandemic has also changed our life here in Taiwan. Mid of May with the big outbreak, so we had to think also how do we interact with our customers. So that's why we came out with this very innovative idea. 配合新世代车款首波导入全台8个据点。包含内湖的旗舰展示中心也首度在镜头前公开。其实整个内湖俨然成了汽车商业圈。德国豪车正对面，日系品牌有占地3000坪的旗舰馆，不远处还有电动车品牌。以旧中路为中心，方圆5公里内就有超过15家汽车大厂进驻。这个区段其实地价已经蛮高了，是这些高单价的这些奢侈品在这边会比较有机会。汽车品牌抢进卡位，紧邻内科的超跑一条街。主要就是因为交通便利，有国道，还有市民高价，再加上地价高，只有高价品牌有能力租。随着多家的品牌进驻，也让内湖形成新的汽车产业聚落。参选许志雄方向 TAP 导。